穿上粉红色的冠军 T 恤，享受香槟浴。南投鹰队沉浸在丰厚喜悦当中。企业女垒联赛元年就与对手杀入决一死战的 Game Three， 原本一路领先，却在七局下差点被逆转，也让这座冠军更显珍贵。各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，尤其在心理层面，在最剧烈的紧张时刻，我们的选手都能够沉得住气，然后去完成这个比赛。 在冠军赛之前有休息一个礼拜，然后我就努力的调试自己的心情。其实练很多了，真的是心态的问题。对啊，那开赛的时候，我只告诉自己，我能帮球队打几分就几分。两届亚运国手杨毅婷在冠军赛中连两天开轰，成为带动团队打线的功臣之一。至于旅日投手邱安汝，这一次特别回来为母队助拳，两天四度登板燃烧小宇宙，但为了胜利，一切值得。从日本又这样回来，其实整个。 感觉是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老师跟学姐都一直在旁边push我。其实这三场都是靠队友的火力支持，然后也让我更放心的去投球。然后这个胜利是属于大家的。红土地上欢呼声持续不断，加油团也纷纷上前庆祝。企业女垒联赛元年总冠军，再次恭喜南投鹰队写下历史性的一刻。RTV 新闻采访报道。